哎呀，这家人家大门都开了的，看看去。这咋还养点鱼儿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咋还有人睡觉呢？老公，你回来了，暖气片上有10000块钱啊，你拿去花吧。对了，你不张罗那车不好吗？我又新给你买了辆车，搁车库呢啊，钥匙在我枕头旁边呢，拿去开去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对了，那个手机我也新给你买了啊，枕头边上呢，我充上电了，充完电你拿去用吧。对了，老公，你晚上早点回来啊，给你炖点排骨。